国内首次 L700 原厂外观阀门排气马力极速测试。实际速达到了201的极速，还是不错的。开阀门都是声浪式。这是官阀声浪和极速差不多。全关阀门。这款排气采用了最稳定的机械阀门。好了，先介绍到这里，后续会给大家看看。